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汽车安全气囊的面料，还有整个我们的安全气囊的红字。我们从2002年开始，然后到目前为止在安全气囊在国内我们已经是达到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因为我们是要打造，一开始立志要打成这个中国最大的这种汽车安全气囊生产基地，那我们就要选择最好的设备，立刻是我们这个全世界切割这个技术是算排行老大，所以我们就给我们推荐了这个Foxconn， 所以我们就购买了这一台。立刻 Foxconn 机器采用双激光台的技术，那对切割效率也比较明显的提升。Foxconn 帮了华贸做了在生产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首先在同样的人手和载件面积，增加了现有载床的2到3倍的产能，同时也降了拆卸成本，降了大概10%。当然是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载件质量。在 OVW 方面，大概提升到2.6倍，对于我们切割的成本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新的 Foxconn 采用更先进的排料软件，那对于排料能够更有效的节约材料。那根据我们的数据目前大概有0.5%的一个材料利用率提升。Foxconn Smart Cutting 模式能够进行多基准点定位，所以能够实现比较精准的切割。每一台 Foxconn 都会通过项目模式来保证成功，立刻全力支持我们每家客户的竞争力。那是因为我们的客户有竞争力，在有我们的价值，再加上这个因为这么多年立刻的这个技术累积在切割的这种激光的这种显形方面在切割的这个整个精度方面也得以提升，让我们的产品更精致，所以在对我们市场的这种抢占市场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